2013北京国际摄影周24日在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，500多位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摄影师嘉宾相聚一堂，将开展30余项专题展览、论坛研讨、对话交流等活动，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光影盛宴。通过主题讲堂、摄影之路、摄影周活动推介交流、参观展览等系列活动，本次摄影周将为来自海内外的摄影大师、摄影权威组织主席、著名策展人、各博物馆代表及摄影业内相关人士搭建起展示成果、交流理念、沟通合作的平台。在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、世界艺术馆、数字艺术馆分别展出了摄影周主题展览、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、专题展时代影像印记系列和特别展北京瞬间等系列。这些展览在摄影周开幕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。美国摄影师克林特·克莱曼说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全部作品，但我刚一进门就感受到了展览的震撼。比如我身后的这些沙利曼的作品就非常精彩。摄影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，已经越来越被国际文化艺术界所重视。巴黎、纽约、汉堡、东京的摄影品牌活动已经成为这些国际性城市的文化交流名片。北京汇聚了海内外一流的摄影专业机构和人才群体。本次摄影周还设立了图书角计划，对全球摄影出版作品进行征集、展示、收藏。观众在观看展览之余，可在图书角区域阅览海内外摄影专业书籍，同时还可在现场向专业人士咨询摄影问题。